是王思博，一名光绘艺术创作者，今年34岁，来自北京。您展示的这个项目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表现的是通过长时间曝光，我们用不同的光绘绘画，这个叫光绘。我们的高机位大约在9米左右，面积它大约有1500平米，所以我们需要6个人同时完成。那您用的这个材料是什么呢？所有发光的物体都是我们的画笔。老师想体验的话，也可以感受一下。可以吗？来，试一下吧，我们。然后看着这两个镜头，然后画大约10秒钟。大家猜猜画是什么？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曲成夕阳染在我。好，然后您保持住。贴一下屏幕。翅膀。哦。所以你刚刚是一个十五秒的快门是吧？15秒快门曝光，对，明白。这次创作的难度呢，首次运用了光影和人物同时信号接出展示作品。